不回答你关于阿飞的问题了，阿飞的问题了。关于谁？是你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菲、谢霆锋这段姐弟恋纠缠了十几年，终于在各自离婚后彼此牵手。两人最近被拍到在北京共筑爱巢。许多网友都觉得是谢霆锋爱惨了王菲，倒是天后一直冷冰冰的，好像要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。而最近王菲在一档节目中罕见发飙喊话谢霆锋，表示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，非常低调的王菲没想到会在节目中公开示爱，也是让不少网友吃惊不已。听到王菲的喊话，谢霆锋也立马回应了，表示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。这波恩爱秀得是让大家直呼简直不要太甜，而谢霆锋这样的反应也足够暴露他们之间的真实感情，看得出来他们彼此都是很恩爱了。然而当中就有不少网友表示非常心疼张柏，相信看到他们这样秀恩爱，张柏芝的心里会很难受吧。毕竟谢霆锋曾经是他最爱的男人，如今却和别的女人你侬我侬。不过两人如今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相信张柏芝也会找到自己的归宿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。